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。这个包上的绣花呢，是出自贵州山区苗家绣娘的巧手。这些妇女常年累月的辛勤劳作，但是却没有办法摆脱贫困的生活。不得已，她们背井离乡，出外打工。现在呢，她们终于有了一次改变自己的机会。那就是用精美的刺绣向山外面的世界展示自己苗家的文化，这样他们就再也不用离开自己的家乡了。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手艺赚钱，在家陪伴孩子，照顾老人，同时也让自己生活的这个村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从绣娘们脸上的笑容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，他们是由衷的喜欢这种改变。法治中国，天下人和。